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返。我要去竹南，好，竹南店 NU Life 竹南店，去那边吃东西的。啊 ，Hello， 邱经理，嗨，邱经理要跟我们一起去啊，好，记录一下在公司最后的身影。没有，就是今天，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友俊哥，他待会也会跟我们一起出发，他在穿鞋子。那现在换我穿鞋子了，现在的话是中午的。我手机有按了，根本看不到，11:03。好，待会去那边的话，刚好可以吃中餐。啊，到时候我再拍好看一点的餐点照片跟影片分享啦。先这样子啦。